就放在云端上面啊，录下来的东西，我建议各位哈，自己最好再加一个注解，因为每个地方你做什么事情，如果你不加注解的话，其实哈，真的很快就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。OK 哈，所以最好养成好习惯了，因为像这种 VBA 的东西，或者像一些程序哈，我觉得最重要是一定是不能急躁。即便你已经很熟了，像我已经很熟了，我还是会尽量放慢速度。然后我只要做过的事情呢，我一定要让它尽量留下一些东西，然后不要急着赶快做出来。最好做完之后，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，到底做了什么，因为你之后可能会参考到这个东西。你如果没有留下来，下一次你要再重来一次了。所以我们之前上课的东西都会存在哈。那主要原因是哈，你。只要忘记的东西没关系，你只要想到将来也许会有类似的东西，就可以拿来参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部分，做完之后啊，请各位自行在这个上面加上一些注解。好，第二个的话呢，这个清除，那清除实际上我是游标放在什么 D2， 然后 Ctrl Shift 向右 ，Ctrl Shift 向下，所以哦，以后呢，其实很多地方都会用到类似的东西。然后再什么 selection 有没有？其实你会发现哦，录下来的东西它很喜欢用 selection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要有选取范围，都叫做 selection 物件。不过哈、，selection 物件是这样的，它虽然是很好用，可是哈、你会发现这个程序哈、就会变得非常冗长。实际上像这个清除哈、它实际上呢这边总共有写了总共五行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哦，只要写一行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用 selection 物件去清除的话，其实你只要写一行，那这一行怎么写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，我先把它注解掉，我把它当参考，所以我通常会在上面有个工具列，有没有？产生编辑，好、把它打勾，然后这边有个注解，注解意思就是说这边哈、我不要把它删掉，那我将来如果说我要写一行就可以清除的话，基本上哈、这个指令的话非常简单，就是第一个你用 range 物件。range 物件里面的话，你要先告诉他你从哪一列，哪一个储存格到哪一个储存格的范围告诉他。好，所以我这边的话其实只要写一行，那怎么写啊？这边的话你只要写一个 range， 打一个 range， 告诉他说，我这个 range 是从，范围是 D4 到 H 多少58吧，哈。不过这个数字当然将来你也可以变58嘛，你也可以做变动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输入58，好，然后点什么呢？点 clear， see it 哦 ，clear contents 哦，有没有？OK， 这样子的话呢，写一行就搞定了，写这一行哦，就等同上面的五行。那、当然以那个。程式的精简来看啊，当然这个一定会比较优于上面的，也很应该不难理解吧。所以以后啊，如果你要去清除某个范围的话，应该知道这样怎么就知道怎么写了。只是说呢哈，这个58哈，你会觉得这个可能那个列号哦，也许将来怎么样会增加或者减少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把这个58写成活的。这个活的写法哦，我像前面有讲过嘛，你可以用这个、range， 有没有哪一个 A4 向下侦测？可是如果说今天哈、你要把那个这个应该有写过，应该记得了哦。那只要怎么样，把这个58哈 delete 掉，后面的话你可以加一个 end 什么 end 贴上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将来哈、那个58有没有？你可以用串接一个最下面一列，那也就是说它会自己去抓 A4， 或者当然你不一定 A4 啊，你可以是 H4 也可以啊，它自动去抓到最下面那一列是哪一列，然后把它清除掉。这样的话一行当然会更简便一些，所以我把它做完之后的话，这边直接执行它会清除。 OK 哈，应该知道这一行吧，这个也就是说第一次是固定的，H 的最下面一列不记得，那你就可以这样去抓 End 最下面一列就可以。好，这个最下面一列写法是我们前面有写过的哈、那把它 Clear Contents 就可以一行 OK 就完成了，那清除。
清楚 ，OK 哈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录制句子之后，哎，也可以清楚。可是呢，其实录制的部分哦，当然它有它的阶段性任务。可是如果你将来如果已经会写的话，我是建议哈，你可以把它写成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方法。之前写的方法是什么 ？For i 等于一，那么这边一定是写一个回圈嘛，四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啊，然后要输出到哪一栏呢？第一栏一直到 H 栏，对不对？那输出什么东西呢？把这个公式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，但是呢，会有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公式里面呢，如果有列号的话，因为我从第四列嘛，那我不可能永远都是4，可能变5、变6、变7，那只要把这个改成 i 就可以了。所以哈，我的做法是这样的，第一个哈，我的习惯，如果我要写成 VBA 的话，那你可以写在一起啊，那我就先可以先写一个清除了，有没有？清除先写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清除写好之后的话，你再把它复制，然后贴到上面，这边改成计算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那但就是差在哪里呢？清除哈，都是丢空字串，但是呢，计算是丢里面的公式，所以呢，接下来你就第一栏的公式什么？第一栏的公式是这个，然后把它复制过，记得取消哦，吼，然后再怎么样，切到这边来，把它贴上。那我这个地方好像前面有都有讲过了哈，如果你要把公式输出到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话，有两个原则哦，好，一定要注意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这个公式里面呢，有没有双引号？如果有双引号的话，记得把它变成两个双引号，对不对？不过还好了，这边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的话呢，如果有 i， 如果有那个列号的话，比如说这边有4号，你就转变成什么？转变成 i， 但是这个列号你不能直接改成 i， 你必须用串接符号的方法。哦 ，OK， 那所以啊，这边没有双引号比较好解决，那就是直接把这个4双引号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 and， 然后中间放一个 i 就可以了。啊，因为串接符号哈，然后前后加上什么空白，这样就好了。那其他都一样了，所以你就自己贴贴贴贴贴，贴完之后哈，长得就会像这样子。因为时间关系哦，而且这前面讲过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这个也是直接贴过来的嘛。OK， 这应该没问题啊。那这个也是直接贴的，而且这边好像不用改。OK。而且我觉得啦，如果你用名称来贴更简单，因为如果你不是用名称的话，哇，不得了了，原有古书的东西它会是一个范围，那个范围又要锁来锁去，如果没锁有锁你又、就头昏了。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名称的话，其实会蛮简单的，因为这边都很简洁，所以你会发现用名称定义之后再配合 VBA， 哇，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上面好像感觉都越来越看得懂了。好，那最后 G4 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那个 i。啊，最后做完之后，其实呢，你已经做完了。好，那如果当然，如果假设你不太清楚怎么做的啦，我建议你设中断点。那么做完之后清除，再按计算，有没有？它就自动会一个一个帮我把它输出。OK， 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。那最后完成的那个程式我已经把它放在这里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哈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